我是丽锦，为了成为演员，我断绝家族关系，放弃百亿家产，但总有一群人疯狂试探我的底线。还吃呢？干嘛呢？挡了于老师的道，你不想演戏了？谁啊？大影帝于千帆，你不认识？来了。瞧人家拍戏这排场，听说光咖啡就得备好几十种。有好几十种？嗯。哎，咖啡呢？哎哎，来了来了。全部倒掉，想想都可怕。哎，不是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子怡姐不是故意的，不好意思啊。杰西卡，帮我拿着咖啡。对不起。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怎么蠢得像猪一样啊？不好意思啊。算了，今天走人吧。你没看到他手都烫红了吗？你是谁呀？轮得到你说话吗？那你又是谁啊？你还不赶紧让他去处理一下。你居然问我是谁。别管了，走。哎，你给我站住。行了，让他们去吧。于老师，你看我的戏服都是被他弄的，今天下午的戏还怎么拍呀？这方子也不知道谁塞进来的，你刚刚出道的时候也不这样。你再多给我雇几个安保，我也快变成他那样了。影帝就该有这样的排场。我不需要，我只是个演员。导演，我想跟你请教一下。你这场戏啊，就是你把水洒在女四号身上，然后呢她原谅了你就完事儿了，懂了吗？行。那个，我还有一个想法。你没想法？没想法？没想法。开机开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瞎呀？剧本里没这一巴掌。你完了。